大林子，经过上个星期呢，就是4月27号到3月15号，整整三个星期的时间，我终于完成了对自己第一次九福挑战 ，Chinese old fashioned 的九福终于完成了，其中应该有个掌声。那么下一个的九福挑战呢，我选择了在魔法师，是哈利波特这个系列嘛，因为我自己本人是很喜欢这个故事线，或者是喜欢里面的人物的一些刻画呀，人物特征啊，我觉得就很鲜明，就很有趣。那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，我也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就是魔法师的九福 self challenge 的一些分享吧。
个就是我最终的一个调试结果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因为后来就会我自己在做调整，就会觉得好像一个长长的不太适合这一次的构图嘛，所以就把它设计，不是设计，把它给修改成一个 square 的一个 version。然后这个最终的感觉呢，我个人会觉得有一点像 poster 或者是 book cover 那样子的一个设计。其实结果我自己还是蛮开心的，也希望，哎，不对，还有这一些是小小的，其实也没有很多细节，就是把这个给它多一些 details，不会让这个 ribbon 觉得那么的枯燥，做起来有一点也像木头那样子质感的吧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喽，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期的视频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